第六天，我今天呢想要继续把我们还没挖完的矿坑挖到最底下，所以我们多做几把石镐出来，然后这边的铁还在烧，我们就先不理它。经过我的深思熟虑啊，这个洞窟我应该还是先不探了，有钻石装之后再说嘛。我们没有钻石装的话，探这个太容易死了，所以我们就继续往下挖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哇，等一下，这边已经，哦，我这边该怎么办？有一点难下去，算了，我这边的话就不要继续爆数了，爆数的话会分心，可能一不小心就死了。我们这边就是直接啦，好不好？加速到最底下，哦，各位，我目前挖了蛮久了，然后这里有点难下去，我们还是先行撤退好了。而且我的镐子也快没了，目前这里是逼近底部了。如果在这附近的话，其实找钻石应该还蛮轻松的，但我这里真没办法下去哦，可能就要先做个水桶什么的。总之，我们就先回去吧。回来之后呢，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铁矿都烧好了。接着我们就做个水桶，然后呢，顺便做一把铁镐，多做几把好了。接着我们就出门一下，哇，然后现在晚上了，我们先来海边这边捞一桶水，然后就可以比较安全的下去探那个洞窟了吧。OK， 总之我们又再度来到这里了。这次的话怪物不见了，我们就直接下来。然后这边感觉还是有点可怕，你知道吗？先作为点亮一下好了，然后顺便看看这边有没有钻石什么的。不过结果是很可惜啊，完全没有看到像钻石的东西。那总之我们就是直接叠上来，然后弄个那个步道给它下去好了。OK， 想这样子有没有一个步道？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了。挖二打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各位，我们挖到钻石了，哇，我太开心了。那有钻石我们就直接拿铁镐挖起来啊，一颗两颗两颗，然后这一层有没有就已经是最底层应该说是59了，就是最好挖钻石的那个层数。哇，然后这一窟钻石很多各位，这个就是让我挖到这么下面的奖励，是不是？我总共拿到了8颗哇，最多的那种。那接着呢，为了方便让我能够快速下来啊，我们先回去一趟。接着呢，我们就拿出砂岩啊，我们砂岩不多，我们拿出沙子。接着呢，就是都合成砂岩，然后呢，直接做出很多的这个梯子。我们也不用做很多，大概就这样就够了吧。接着呢，我们就是徒步走到最底下，然后呢，就是直接这样子搭上去吧。走开啊你！OK， 然后接着有点暗，有没有？我们就可能每5格，好不好？就是可能这一格吧，然后在墙上放一根火把，嘿，就这样子不断的插到最底下去。OK， 总之就这样子，有没有？完整滑顺的步道，各位看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压。